前面我们学习了正态总体均值的统计假设检验，即 T 检验。这一节我们学习正态总体方差的统计假设检验，即两个独立样本的 F 检验。F 检验也称为方差奇性检验，是由英国统计学家费希尔在1920年代发明的。同学们还记得我们在学习两个独立样本的 T 检验时，其前提条件之一是要求两个总体的方差未知但相等，而我们下面要介绍的 F 检验就能实现这一功能，就是在检验两个独立样本的 T 检验之前，先进行方差是否相等的 F 检验。设有两个独立均服从正态分布的总体，给定显著性水平阿尔法，检验两个总体方差之间的差异。第一步，做假设，有三种情况：双边假设、左边假设或右边假设。第二步，选择检验 F 统计量及其分布。第三步，计算样本统计量的观测值 F0。 第四步，有给定的显著性水平阿尔法查临界值或计算显著性概率 P 值。第五步，确定拒绝域并做出判断，这是双边检验的决策推断，这是左边检验的决策推断，这是右边检验的决策推断。这是一个关于公司职工培训的案例，检验接受不同训练计划的两组打字员平均考核成绩之间是否有显著差异。案例中没有给出总体方差的任何信息，因此在进行 T 检验之前，必须先进行方差相等的 F 检验。在这里我们把要验证的结论放在贝泽假设上，这显然是双边检验，检验的结论是拒绝云假设，说明两总体的方差有显著差异，因此如进一步进行 T 检验则不能满足方差相等的假设。本节课学习内容就讲到这里，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要求同学们清楚 F 检验的适用条件，掌握 F 检验的目的，能够将 F 检验方法正确地运用到实际中。